31号凌晨，车辆抵达北检，打开车门，这位身穿白衬衫、戴墨镜的短发女子，就是超思案中的关键人物——超思负责人秦宇桥的女儿吴玉飞。请问你这次为什么会回来台湾？那有没有哄抬价格啊？哄抬价格吗？是妈妈叫你回来的吗？他30号从日本搭机返台，31号凌晨移送北检复讯。2021年闹蛋荒，政府专案补助业者进口鸡蛋，爆发了超思公司的图利案，其中联系购蛋的关键人物就是吴玉飞。吴玉飞透过母亲秦宇桥成立了超思公司，涉嫌高报进口鸡蛋价格，诈欺中央畜产会。检察官日前已经申请法院裁定核准扣押超思公司、吴玉飞及相关人等的银行账户，合计6922万多元，已达足额扣押，可确保将来法院预知没收犯罪所得后之追征。检方目前命吴玉飞300万元交保，科技监控限制出海、限制出境。东森新闻林宇强台北报道。